那个同学看一下，也是盲人，他叫吴观明，吴呢是口天吴，观呢是观地菩萨的观，明呢是明天的明，男的，2016年往生的。吴观明是吧？嗯、吴观明已经念了600张小房子左右了。观是什么观啊？啊，观地菩萨的观。明呢是人民的。明呢是明天的明，就是日月明。哦，吴观明，男的。对，男的师傅。几几年往生的？2016年，师傅。这个人到上去了，到阿修罗了。是，他到还在阿修罗道哈。嗯嗯。那师傅还需要念多少啊？56章。56章，好的，师傅。嗯。那师傅还需不需要放生鱼啊？这个不要。就是求观音菩萨让他拿到之后。啊、嗯。能够有啊精进的意念产生，嗯嗯，不要让他懈怠了，拿这些钱都花掉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吧，感恩师傅。